不同于普通水泥，白水泥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、高美学价值的建筑材料。阿尔伯白水泥具有高反射力、高强度与化学稳定性，广泛应用于干粉砂浆领域。我国干粉砂浆行业处于快速成长期，有巨大的市场需求。我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正在引导传统砂浆向干粉砂浆方向转变，由小作坊 向工业化生产转变。以我们的客户凡诺为例，作为国内中型砂浆企业，其自动化管理以及技术创新是同等规模企业的标杆。凡诺是一家以特种砂浆为主营业务的民营企业，年产能8万吨，绿色节能建筑的倡导倒逼砂浆行业向着工业化生产转型。 凡诺及时把握行业风向，建立了规范化和现代化的生产基地。威尔必砂浆品牌用于内外墙腻子与彩色填缝剂的生产，主要用于民用中高档楼盘与商用建筑工程。我们一直在使用阿尔伯白水泥，白水泥性能稳定，无论从白度、细度、凝结时间，还是抗着抗压强度，比同类品牌更稳定。 我们在新品配方测试中发现，产品质量不稳定，在改用阿尔伯白水泥以后，这种现象得到了明显的改善。阿尔伯白水泥特有的高白度与高强度的特点，提升了内外墙腻子产品的白度与致密度，附着力更强，粘贴强度更高，施工性良好，同时呢，具有更好的开放时间。阿尔伯拥有 完善高效的物流服务，使得送货更及时、环保节能。作为国内首创的白水泥散装船物流模式，点对点全封闭运输，打破了以往固有的吨带加船运输模式，减轻了客户的物流成本，也减少了包装袋的使用，杜绝了粉尘的产生，践行了三本特集团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。 阿尔伯产品质量稳定，性能可靠，白水泥及内外墙腻子粉与填缝剂投入市场3年以来，市场接受度良好，帮助公司在中高档楼盘市场收获了良好的声誉，提升了品牌知名度。我们一直很信赖阿尔伯品牌。